来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就他了。Nice， 起锅烧油喽，炒炒酱啊，炒炒酱。好，把鱼放里。咱们今儿啊，老妈子发明了一道菜，什么料呢？用的是回鱼和排骨，一锅出，倍儿棒。出锅了，出锅了，看看成色怎么样，味道如何？哎呀，我头一次这么吃吧，真的香，不知道这味道究竟那是怎么样。咱们来去尝尝，这个这个是鱼吗？这个鱼，这一盘几乎都是鱼，蘸点全全的鱼，嗯，蘸点汤汁儿，来试试啊，蘸点汤汁儿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别说这么鱼这么做呢，那个，嗯，有排骨的香，有鱼的鲜，特别、特别美，可以。嗯，哎，不错不错，今天是五一了啊，祝愿大家节日快乐，祝愿咱家，老铁身体健康，感谢呢所有的老铁和兄弟们对我们哥仨的支持啊，再一次的祝愿你们节日快乐，谢谢，敬大家一杯。哎，棒。哎，我尝尝这个骨头呢有没有熟，口感特别好，可以吧，比昨天、比昨天直接炖骨头好吃啊。给阿豪给阿豪馋的哈喇子那都快流出来了、看这个排骨呢，那就这样，一个人好了，咱们这个视频呢就结束啊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。